持续关心美猪议题，现在呢议题持续的发酵。新北市长侯友宜上午就特别到中和来视察肉品加工厂，厂商强调会从源头跟风味管理来确保呢猪肉的产地都是台湾。不过侯友宜也很担心哦，传统市场、夜市跟小吃摊等等呢，散装的猪肉加工品会不会有来源标示不清的问题？因此要求相关单位要清查呢新北市591间散装肉品加工的摊位，来了解肉品的来源。进入零下四度的冷冻库，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中和的肉品加工厂，确保厂商使用的猪肉原料都是来自台湾。除了第一道，他要从来源的溯源上要管理好，确定是从台猪进来；第二道，在肉品加工厂要用风味管理以及用抽样管理的方式来确保它是台猪的品质。厂商也打包票，来源和品质管控没问题，郑贵君信心满满，不怕美猪竞争。但传统市场、夜市和小吃等摊贩林立，散装加工品的猪肉来源却难以分辨，让侯友宜忧心忡忡。加工品的这些小摊贩就将近有591摊，我会针对这591摊，他们的来源从何而来，我们会出动我们各单位溯源好，掌握源头的这些肉品类是从哪个地方。而国民党也预计将在6号的全代会发起食安公投的联署，侯友宜会参加吗？只要有益于整个健康的守护，我都会乐观其成。四两拨千斤，没把话说死。在美猪即将扣关前，侯友宜的作风依然强调市政优先。华视新闻记者陈志学新北报道。